澎湃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澎湃新闻的记者高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圆明园，今天是圆明园流散在海外的兽首马首回归的日子，之后它将被放置在圆明园的文殊亭，稍后呢我们会带大家参观一下。现在呢我们将信号切播到现场的活动。尊敬的刘玉珠局长，尊敬的杜飞进部长，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欢迎各位参加圆明园马首铜像划拨入场及百年梦圆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展览开幕仪式。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今天划拨入场仪式的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同志，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同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梁洁芝女士，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建群同志，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明杰同志，北京市海淀区区委书记于军同志。我是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关强。参加仪式的还有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信德集团的代表、国家文物局有关司室和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北京市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文物局、海淀区四套班子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媒体界、文博界同仁们。我仅代表国家文物局对大家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们进行今天活动的第一项议程，有请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罗静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主任李博交接圆明园马首铜像划拨入藏清册。谢谢两位。清册的交接意味着国家文物局正式将马首铜像划拨圆明园管理处收藏。2007年，何鸿燊先生易购马首，2019年捐赠国家文物局，体现了高度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由于疫情的原因，何鸿燊先生的代表、信德集团主席何朝雄女士无法亲临现场，她专门录制了视频致辞。请我们大家来共同观看。大家好，我是何超琼。先父何鸿燊博士于2019年11月将圆明园马首铜像归还国家。我们何氏一族跟大家一样翘首以盼，马首终于归故里圆明园。今天非常高兴与大家共同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中国流失文物回归之路，也是国家走向复兴的巨变之路，每一步都牵动着所有爱国同胞的心。作为第一个回到原属地的十二兽首铜像，马首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民族情感，也投射出我们港澳同胞对祖国文化的眷恋热爱，为马首顺利入账圆明园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政府及圆明园管理处做了大量的工作，精心呈现马首专题展览，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更多人能够感悟中华文化之美，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增强文物保护意识。疫情原因，很遗憾我无法到北京观展，在这里祝贺马首展览节目圆满成功，也盼望早日再到圆明园一睹马首风采。谢谢大家。好，谢谢何超雄女士。近年来，海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管理，实施正觉寺安防与展示提升工程，为妥善安置展示马首创造了必要条件。下面我们有请海淀区委书记于军同志致辞。尊敬的国家文物局刘玉珠局长、关强局长，尊敬的北京市委杜飞进部长，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媒体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在圆明园共同见证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圆明重光，骏马归来。160年的漂泊，160年的深情呼唤，马首铜像终于昂然北归。首先，我代表海淀区和海淀区人民，对捐赠马首铜像的何鸿燊先生及何超琼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对高位统筹全力促成马首铜像归藏圆明园的国家文物局表示崇高的敬意，对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和市文物局一直以来对海淀区的指导和支持一并表示衷心感谢。去年11月13日，刘玉珠局长在国家博物馆宣布马首铜像将归藏圆明园管理处，海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将马首归藏圆明园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作为落实首都四个中心建设、聚焦一村335园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国家文物局、市委宣传部和市文物局的精心指导、慎重论证下，最终选定圆明园正觉寺文殊亭作为马首铜像长期展出地。海淀区按照文物保护相关要求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我们非常珍视马首铜像归藏圆明园，它是回归圆明园的第一件流失海外的重要文物，安全是确保马首铜像长期展出的基石。我们已经投资了1000多万元对圆明园正觉寺的安保和消防系统
进行了全面改造升级，打造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信息化安防体系，为马首铜像安全归藏和展出提供坚实保障。同时，为了使观众认识到圆明园文物的珍贵和保护圆明园遗址追索流失文物的重要意义，我们还高质量承办了百年圆梦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展览讲述万园之园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马首铜像的回归历程，充分发挥文物汇聚人民情感、提振文化自信、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作用。今天，马首铜像归藏必将是海淀圆明园历史上被深刻铭记的一天。曾经的圆明园以其宏大的规模、杰出的营造艺术、精美的建筑景群和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内涵而享誉于世，是三山五园地区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构成。马首铜像的痛失与归来，见证的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辉煌之路，圆明园从此将走出悲壮，走向昂扬。今天马首铜像归藏圆明园，也标志着作为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海淀的文物保护利用工作进入了新阶段，建设高品质一流文化强区目标迈上了新台阶。示范区建设将成为聚焦一村三山五园战略的一个重大的工作抓手。我们将以马首铜像回归为重大契机，持续宣传三山五园灿烂久远、开放包容的文明，以海淀的表达，以中关村科学城的表达，继续讲好马首铜像回归的故事，不断凝聚全区人民澎湃的爱国热情。最后，请允许我对何鸿燊先生、何超琼女士和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再次表示崇高的敬意，谢谢大家。好，谢谢于书记。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马首铜像回归入藏，高度重视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列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杜飞进同志讲话，大家欢迎。尊敬的刘玉珠局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去年11月13日，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上，我们共同见证了何超琼女士代表何鸿燊先生将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国家。捐赠仪式上，刘玉珠局长宣布，流失一个半世纪的马首铜像将回归圆明园，划拨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收藏。我们倍感欣喜，也深感振奋。一年来，北京市积极落实国家文物保护要求，完善展览场所、增装安防设施，优化展陈设计，为圆明园马首铜像归藏做了精心准备。今天正式向社会推出百年梦圆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在此，我谨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向大力支持和热忱关心北京文物保护事业的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向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爱国同胞表示诚挚的感谢。马首回归之路，见证祖国强盛之路。160年前，积贫积弱的中国正处在
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期，国土被践踏，文物遭掠劫，被焚毁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就是对这段耻辱而又沉痛历史的无声诉说。伴随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我们越来越有实力，也有能力召唤流失海外文物回家。作为第一尊回到圆明园原址的十二生肖兽首，马首的归来向世人昭示了民族弱则文物失，国运强则文化兴的深刻道理，见证了中华民族从屈辱颠沛到富强兴盛的历史脚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必将激发起中华儿女齐心呵护人类文明共同遗产的坚强决心，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精神力量。文物守护之心彰显爱国之情，马首回归是全社会共同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生动例证。马首铜像蕴含了以何鸿燊先生为代表的海内外中华儿女深厚的爱国情怀，对国富民强的真诚祝愿。马首归藏连接着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在信息收集、外交斡旋、协商洽购等多方面的细致工作和辛劳付出，相信马首的归藏将带动社会各界进一步关心、关注、支持、参与文物保护事业，汇聚各方之力，精心守护好、利用好文化遗产，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让灿若星辰的文化瑰宝闪耀更加夺目的光芒。历史文化之根承载北京城市之魂，在历史长河中，文物记载着历史变迁，厚载着文化精神。北京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文物资源多，文物等级高，研究价值大，构建具有首都特点的文物保护体系，做好文物的保护研究和传承利用，守住文物安全的底线，让文物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意义尤其重大。本次展览正是以马首归藏为主线，揭秘深藏其间的文化密码，着重讲好文物回归背后的故事，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以此教育引导人们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痕迹，留住文化根脉，增强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我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当前，北京正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重点，全力推进老城整体保护工作，同时不断加强三个文化带建设，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扎实做好首都文物保护工作，进一步擦亮北京历史文化这张金名片，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做出新贡献。百年飘零，圆明梦归。最后，预祝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谢谢杜飞金部长。国家文物局也高度重视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工作啊，特别是圆明园遗址保护和这次马首入场的活动。下面我们有请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柱同志讲话，大家欢迎。尊敬的杜飞金部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初冬的暖阳，我们相聚在圆明园，隆重举行仪式，共同将马首送回阔别160年前的故园，为百年圆梦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谨代表国家文物局，向慷慨捐赠马首铜像的洪仁先生以及何昭雄女士、何氏家族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长期关心支持圆明园保护利用的北京市委、市政府表示诚挚的敬意，向持续推进马首铜像保护展示的北京市文物局、海淀区委区政府、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圆明园管理处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一直心系马首铜像归宿的社会各界表示诚挚的问候。马首归园树立文物回归新典范。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社会反响强烈，以展览为契机，国家文物局积极推动何鸿燊博士大义欲成马首铜像捐赠国家。捐赠仪式上，我代表国家文物局宣布要送马首铜像回家，回到原属地圆明园。一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各有关方面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选定圆明园正觉寺作为展示的场地，确定文殊亭作为马首的展区，实施展示提升与安防改造工程。各方持续努力，正觉寺具备了文物安全与展览的条件，马首铜像正式划拨圆明园管理处收藏，结束百年流历，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马首回家聚会了党和政府、港澳同胞、社会各界的磅礴力量，符合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诠释着民族热，民族弱则文物失，国运强则文化兴的深刻道理，树立了新时代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地的成功范例。马首归园昭示文物追索的新方向。圆明园流失文物是中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构成。今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50周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系列纪念活动。在国际公约框架下，我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机制日益成熟，成果丰硕。但对于国际性公约生效前历史上因战争掠夺、文化掠夺、非法贸易等原因流失的文物，比如圆明园流失文物，如何开展追索返还，国际社会依然缺乏法律基础和普遍共识。回归之路悠险艰辛漫长，中国政府坚定践行人类命运体理念，坚定支持非法流失文物回归原属国。我们愿和国际社会一道，将促进历史流失文物返还作为重点方向，推动文物流失国与文物流入国相向而行，共同探讨妥善解决历史问题的有效途径。
为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文物追索返还新秩序贡献中国实践、中国方案、中国力量。马首归圆，谱写文物利用的新篇章。马首归来已不再是一件皇家私藏，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文化遗产，发生着历史弥新的文化价值，在新时代细细生辉，续续生辉。归来不是终点，如何做好文物利用下半篇文章，发挥其独特作用，丰富公众文化生活，是刚刚破题。圆明园是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真切希望马首归圆后，北京市、海淀区两级党委政府文物部门继续指导支持圆明园管理处，加强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展现灿烂辉煌、开放包容、自强不息的中华文明，凝聚更为广阔的遗产保护国际共识，以属地表达、国家表达、国际表达，讲好马首回归的中国故事。期待圆明园在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中一马当先，先行一步，不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千里之行，步履不停，虽时在初冬，然眺望前路，曙光熹微，春山在望，追索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焕发时代风尚，我们携手在路上。最后再次感谢何文森先生、何兆雄女士及何氏家族，感谢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流失文物追索返还事业的各位同仁、海内外同胞，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谢谢玉珠局长。最后我们有请主席台上各位领导共同为百年梦圆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展揭幕。大家转身。圆明园马首铜像花博驻场仪式致辞礼程，谢谢玉珠局长，谢谢杜飞进部长，谢谢各位与会嘉宾。现在请各位嘉宾啊，移步展厅，共同参观展览。这边，就是走，这个走。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现在呢，我们就到文殊亭去看圆明园回归的这个马首。这个文殊亭呢是一个八方的重檐亭，然后这个亭子呢是建于乾隆的中期。这个回归的马首之后将被放在这个文殊亭。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殊亭的外部景观。进去吧，现在进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明儿是咱们是战友的。
这个圆明园的十二兽首呢，目前就只有龙首、蛇首、羊首、鸡首和狗首，现在尚且下落不明。然后这个马首呢，是刚刚捐赠回文物局，然后文物局移交到圆明园。哎，那我快走了。这个马首铜像是意大利人郎世宁设计，它融合了东西方的一些艺术理念，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雕刻非常的逼真和细致。哦，因为现在呢只是一个预展，所以现在呢除了这个马首，圆明园也进行了一些其他的展览，我们可以到另外的一个展厅去观看。我们知道，就是在1860年的时候，因为英法联军的入侵，然后圆明园就遭到了摧毁。现在呢，也是复原了一些部分的景观，像我们最就是知道名气最大的海晏堂的一些西洋楼的一些残余的部件，就是现在我们提起圆明园首先能够想到的。然后现在其他的一些回归国家的兽首大部分都保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保利的艺术博物馆，然后现场的这些都是一些复原件，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可以看到圆明园其他的11个兽首的大概的样貌。刚才你帮我介绍一下这个这个兽首，你能简单介绍一下吗？猪首的现在就是圆明园兽首的，他们只是12个铜像的手，然后他们的身体却全部都已经失散。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个猪首的这个铜像，它之前的形态是它是一个，它的身体是拿着一弓一箭，然后这件猪首现在已经是2003年何鸿燊先生从美国的一个收藏家的手里已经把它买回来了，然后它现在是放置在保利的艺术博物馆。其他的然后这个虎首现在也是放在保利的博物馆，然后它是在2000年的时候出现在一个香港的拍卖会上，然后是有人把它拍卖回来，然后又放到了艺术博物馆的。然后这个猴首呢，也是在2000年的时候出现在一个香港的拍卖会上，然后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拍卖公司中国保利集团把它买回来，然后也放置在保利的艺术博物馆。哦，这个牛首也是类似的情况，这个牛首和这个猴首是在同一个时间被收回来的。然后可以看到那边也有两件兽首。现在是现场可以看到的这六件兽首，虽然都是复原件，但是它们都是被收回到国家的。然后这个兔首是其中最，就是怎么讲，它的形态最活泼可爱的一件，可以看到它的耳朵和整个的那个形态都做得非常的逼真。然后就是这个十二兽首之所以很有代表性，也是因为它们是东西文化的一个结合，因为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的照片中看到它们本来的身体和姿态其实是非常中国的，但是它们的雕刻又采取了一些西洋的一些技法，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们的毛发都非常的逼真，然后眼神也很活泼。然后这个兔首呢，现在它是在2009年的时候在法国的佳士得拍卖会上出现，然后是在2013年的时候法国的皮诺家族把它给捐赠到中国的。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可以带我们参观的吗？可以，在后边也有。那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我们先去看到他现场做的一个图，然后还有一个复原的景观，我们先去看那个图。前面看，要不先介绍那个图。这个图也是比较重要，然后它的
大家都知道圆明园的占地面积其实非常的大，大概有300多公顷。然后它这个图显示的就是圆明园北部的一个西洋楼，我们现在将它统称为西洋楼，但是西洋楼并不是一个楼，而是这整个的这一块全部都叫做西洋楼。然后它就是在乾隆年间建的，然后它就是因为当时很多外部的就是西方的文化进入到以后，然后中国也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美，然后接受到西方艺术的冲击，所以就在一些传教士啊，然后和中国的工匠合作下建了这个整个的西洋楼。我们都知道现在圆明园保留下来的建筑其实非常的有限，然后我们可以切一个近景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万花镇，就是在最这个比较像一个迷宫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复建，大家在圆明园还是可以看到的。然后这个养雀笼是现在把它的部分的部件给保护了下来。然后我们其他的可以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一些断壁残垣了。所以关于圆明园是否要将它复建一直有争议，大家认为这种断壁残垣其实有一种芳草萋萋的那种蜀黎之悲，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把它整个人复建起来，然后才可以看到当时的在乾隆年间的这个建筑的恢宏。然后现在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法宴堂和大水法。我们知道圆明园其他的建筑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因为就是中国的大部分是木构的建筑，不太容易保存下来，但是这些西方的建筑因为它有非常大的部件，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它也展出了一些西洋楼建筑的部件。像这一件就是一个对，它是在那个长春园北部的一个西洋楼的遗址，好像现在并不确定它具体是哪一个建筑的部件，也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整个的体积其实是非常大。然后可以从这个西洋楼的一些雕花的石构件可以看到，它是基本上还是按照国外的那种审美和它的那个艺术风格来走的，然后雕的这种应该是类似于缠枝纹这样的一个花样。然后我们切回到这个图，可以看到这个海晏堂是其中就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建筑。然后现在提起圆明园，大家首先可以看到那个断壁残垣的组织其实就是海晏堂和大水法的一个部分。然后在现场呢，这次展览比较有心思的一个地方还在，它就是把海晏堂进行了一个复怎么讲，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模型，然后在现场也可以看到。现在是那个按照比例缩放的这个收藏的完整的一个铜像。对对 对, 对, 对，它其实现在它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它的那个比例应该是缩小了非常非常多的。然后这个兽首，我们可以从它现在看到的它这个头部的体积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应该是体型非常大的。然后现在我问一下，现在这个身子在哪里？身子有多种说法，有的就是说因为当时在英法联军那几天的那个大规模的烧中，然后这些东西就失散了。也有说法就是后期因为有很多外部的力量，比如说就有更多的人来圆明园，然后就把这个给融掉了，就是拿走然后融掉了以后作为一些其他的用途。现在是整个这个海晏堂啊，它背后的这个贝壳的部分还有一部分保存下来。大家在圆明园应该也是可以看到的。这个是以前就是我们所根据历史资料或者复建。对对对，它有很多的历史图片和历史资料。当时也有做了很多的设计图啊，还有版画，还有一些那个历史文献的记载都有记载到。然后这个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是在乾隆的12年，然后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传教士郎世宁，这个郎世宁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然后是由他来设计的。当时关于这个怎么去设计其实也存在很多争议。对，因为说是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在西洋的在当时西洋的那个设计中和在国外基本上这些铜首都是用作那个就是那种女孩子的那个形象，但是当时这个初稿出来了以后，乾隆并不是很同意，然后他还是认为应该选一些中国传统的元素，所以最后仍然是把这个方案定在了采用这个12兽首的这个形象。
就是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次马首回国，然后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其实就是关于这个兽首究竟有多大的价值是一直存在争议的。然后因为它只是一个我们现在说它只是一个喷泉构建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已。然后从它的雕刻上来说，各个方面来讲，它都并不是足够精美。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大家特别执着于寻找这个流散在海外的兽首？就是因为它身上其实赋予了很多的文化价值，因为它是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的时候失散在海外的。然后现在就是提起圆明园，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或者被赋予最多意义的就是这个十二兽首，所以才这些年，然后大家在就有很多的一些慈善家，还有很多的拍卖公司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寻找和购买这个。但是我们国家也在号召说，大家一定要理性的对待这个兽首的这个，因为现在还有几件是流散在海外的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的对待，也不要就为了太追求，把它找回来而花太多的价格，这个样子，好的，谢谢澎湃新闻的网友们。现在呢，我们澎湃新闻的这场直播就结束了，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其他直播。